原来这家米粉呢可有名了，猴哥我们总来上这吃饭，这块还不贵，离猴哥家还近。现在你看这疫情原因呢，都黄了，关门了，永远不再营业了。原来这店可好了，开多少年了，猴哥来多伦多这十年一直有这个店，现在都黄了。你看这普拉达，这就是普拉达，这个当地人都让这消费的，现在这个地方都不营业了。原来这个越南米粉叫荷花越南米粉可好了，猴哥我们河岸上来吃了一份，10来块钱，现在因为疫情也都关了，你看永远关门了。好了，你这都买啥呀，这买一大堆啊，猴哥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尝尝这什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 jerk chicken。 盖上大雷他们还没到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你的吧？香蕉啊，就你有牛尾巴，我们没有牛尾巴。牛尾的贵呀。嗯，牛尾的16呢，我们这些都是便宜的。啊，这都一样。哎呀妈，太香了，先扣上扣，等他们回来一块吃。那咱回来杠上了，回来了吗？杠了杠了，老诱人了。Just enjoy the food. Enjoy the food 啊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对。昨天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去加个班，然后你看着妈把你吊床都安上了。加班啊？对，昨天是个加班。看看吊床，看着了，怎么样了？很酷，挺好。咱快打开吧，给他看一看。是在 Chris 这儿看的。对对，你怎么知道那家？啊、我知道那家。哇哦哇哦！老爸把刀递给我了，那个刀。戴手套吗？哎呀，哇塞，这是小田做的。对呀，小田做这个做老好了，我一般都不喜欢吃这个。你一般都不喜欢吃？对，但是小田做的很好吃。嗯，哇塞，我太漂亮了这个菜。是。这是 jerk chicken。嗯。没给大雷喝点啤酒吧？我不用。没给沙拉是吧？上夜班，我今那别喝，那就别喝。把牛尾的。没有没有劲了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牛尾，哇。尝尝。这有硬块。炸香蕉吗？吧，嗯，炸香蕉，甜的这是。那边块人不少，我上次。人们老贵了，我等了20多分钟。那荷花蜜粉黄了，都往身上里扔，大雷，身上那个，哎，我给干了，就往那里扔就行。这都是鸡，我把好吃的鸡留给昨天。是。我自己吃不好吃的鸡胸，哎，这都是啊。鸡挺好吃的。你给咱妈买过？不是，没给老。没吃过，没吃过。哦。小偷啥没吃过呀？吃的多自己都不知道说吃过啥。哪有？这屋里有东西在哪里？不管，吃你饭。爸，你假装生气，他一回来干什么？刚才把垃圾扔哪儿了？哦，吃饭了。快快进来吧，拿凳子拿哪儿坐？那屋有那个，那屋有，不管他，让他坐着吃。不用管他。喝瓶啤酒吧。不喝了，我开车。好人呐。怎么了？给你买的是最贵的了，鸡腿饭，混蛋鸡，混蛋鸡。这桌是比大雷原来那好，吃完一碗就扔，多好啊！那大家是沉的。你说什么呢，老板？大桌子呗，饭桌子。这桌是给我买的。啊，就你那份最贵，俺们吃都老普通了。啊，到时候用完就扔了。哇哦，不错不错。混蛋鸡。不是小天儿，你跟昨天穿的，我俩情侣衫，高山的这你俩这叫连桥衫儿，什么情侣衫？看到了不会觉得。爸就搁这蹭脚丫子，可好使了，把这鞋子底下涂，就把脚一鞋一蹭，就干啥是不是？你咋这么能胡说呢？这是韭菜。啊，我一会儿高兴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给人家小孩喝完的奶瓶控水用的，啊、蹭鞋的，瞎整，瞎整。你蹭鞋也行，也没人说你啥。蹭鞋把鞋土都蹭掉了，全是地都。你可真有妙招。